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九月初六，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。三个来祈祷。祝我生命最全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我打扫心灵得到滋润的上帝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在旷旱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嘴巴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主啊，当我的心和这些代志接我到特别空气，当我想要找世间的蜜来补满我内心的空气，总是到落尾我也是无法度得到满足的事。我恳求你，予我知，你是我打扫心灵的水泉，是我生命丰盛甲饱足。只有你是我所渴慕的，只有你通予我的心灵得到真正的饱足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愿主帮助咱，予咱每一天拢渴慕伊，也对伊得到生命的水泉，甲得到丰盛甲饱足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